老板，你的小表弟我帮你打发走了。真的可以啊你。不过你那个小表弟说实话有点飘啊他。小时候我家里穷，他们全家人都不待见我。现在呢觉得我混得还可以，都来巴结我，真的我觉得人真的是。那你一说这个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是什么让你如此成功呢？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深圳吗？见过啊，那个时候我正在给你加班呢。好啊，我让你加班你还有心情看风景是吧？不是，你这个月奖金没有了，出去。哎，我说出去走你。哎，老板，哎妈，吓死我了。你去哪里啊？那个我，哎呀我先走了。哇，老板这么忙吗？哎呀，今天520给老板买束花吧，看他平常那么辛苦。谁啊？老板？这哪是谁啊？啊？老板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啊？亏我还给你买了束花。他谁啊？啊？谁啊？你爸？师傅好，师傅好。啊，小然啊。是是是。啊，今天你想不提醒你做吗？好，小杨啊，哎，叔叔还有点事，就先走了哈。哦，小莫那边的话，然后就拜托你多照顾一点。哦，我在，我也比较放心。啊，好好，行，那叔叔慢走啊。叔叔小心。哎，老板，你爸是不是误会什么了呀？误会什么呀？你不是聊挺开的吗？不是我。他不会以为我跟你，哎呀，完了，我还要找女朋友啊！不行，这件事情你必须得负责。好好好，我负责。走吧，我们公司还有事儿。我那么着急，你还那么开心干嘛呀？哎，花怎么蔫了呀？哎呀，我刚才过来，我在花店，我看到他打折，我买的。哎，不是。老板，你又找我干嘛呀？我忙的。听说你大学学的是流体力学专业。是的，老板。去给我倒杯水。请你尊重我的专业，流体力学是。哎，打住。那请你谈谈非等舱的稳态可压体流体力学方程，在持续等离子体约束受控热有趋近中的应用。什么？哎呦，老板，你要喝温的还是热的？你倒的就行。我倒的，自己倒去。我又不是你爸，还想把你惯的。求求你们了。有一种情况，有一些给个面子让步。我刚刚到底在说什么？好不好？走。你。老板，你的方案我做好了。好，放什么？哎呀，你那个手那么黑，你在那研究什么呀？懂个屁呀！网上都说手张开的缝隙越大表示越能赚钱。哎呦，都多大了你还信这个？把手张开我看一下。怎么张嘛？这样。这样子啊？对啊，你看你这样不就赚到我了吗？Talking to the moon，放不下的理由，是不是会担心？神经病你。神经病。上周的行程跟我汇报一下。啊，好。那个明天周总这边需要您，哎，老板，我出去一下啊，我出去一下。你别再来找我了，好吧？你不是说就算分手了也能过来找你吗？哎，好吧，你有什么事快说吧，我还忙着呢。我跟他分手了，我还是觉得你好。不是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哟，前任啊？你谁呀你？我是他女朋友。小妹妹，男人不是养娃娃。喜欢就抱一抱，不喜欢就扔掉。请回来吧。腿长在我身上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整个楼都是我的，需要我爸爸来送你。回去开会。老板，你不是说空气不好吗？所以我就给你买了一个空气净化器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？别说还挺好看。那是，要不然怎么能符合你的气质呢？不是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哎呦，那个，我昨天才知道这一整栋都是你的，所以我觉得跟着你这样的老板干啊，肯定前途一片光明。你的身体健康呢，就是我毕生的追求。哦，
我昨天就是帮你亲亲前任啊，帮你出口气啊。不是，感情这些都不是你的。对啊。还我。那我用什么？你自己吹风站去。你给我回来！你说你们男人都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这个可不好说啊。怎么，老爸，你难道有喜欢的人了？有不得了，谁呀？告诉我。你先回答我问题吧。有的男人吧，喜欢漂亮的；有的呢，可能喜欢顾家的；还有的可能喜欢性格好的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？我吧，我喜欢丰满的。出去。不是，老板，你到底喜欢谁？你告诉我呀。我现在不喜欢，滚。不是，你以为喜欢我不喜欢你更年期是吧？不是，老板，我，哎呀，你别管了，我还有事呢。哎，你陪我去吃饭啊？哎呀，我不想吃饭。嗯，来看电影。哎呀，最近的电影我都看完了。好，那去我家打游戏好不好？我刚买了游戏机。打游戏？对啊对啊，很好玩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好。来。哎，不对。啊？怎么？你是不是想骗我加班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告诉你说什么，我就知道你要骗我加班，你个骗子，我你个大骗子，我再也不加班了。哎，老板，这份那个文件你签下字。耳机谁送的？哦，这个啊，人事小姐姐送的，好看吗？她凭什么送你耳机啊？不是，我哪知道啊？还回去。哎呀，人家买就买了，我还还回去不太好吧？我不管，别的女生送的东西不能收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可是。立刻。哎，好吧，我去还。那。啥呀？送你的耳机。哎，老板，你这不胡闹吗？以后只能收我送的东西，记住了吗？不是，哎，兄弟，你的耳机我还给你。你看，老板果然给我买了个新耳机，可以的，我操。